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各位朋友，早晨。在主的里面，我为了元朗堂的开始充满着感恩。原因就是过去我一直都有一个梦，这个梦就是说正正式式真真正正地落根在一个社区，服侍那个社区，与这个社区融为一体，一个这样的教会。今日元朗堂的开始，正正就是实践了这个的梦境。当我听到，就是我曾经来过隔离梁醒德学校，就在附近，我们要开始这个教会的时候，我心里面想，到底这个社区的需要在哪里？我都曾经作过一些调查，也都作过一些去分析。我们希望教会来到这个地区，就能够服侍这个地区所有的居民。他们最需要的地方，我们就能够在这个地方伸以援手，跟他们一起去面对这个社区各方面的困难。大家都知道，现在这个社会和这个国际上千变万化，没有一个国家他们可以自保的，是连最强大的美国可以一夜之间全部变晒。我也可以说，是一句的说话可以导致到无数企业可以执笠的。中国同样一样，不要以为我们是一个很强大的国家，是同时牵一发可以动全身。中美之间这个贸易为什么僵持这么久，是没办法能够用一些意气用事的方法，你不跟我做生意好啊，从今以后断了它，然后跟着呼吁全国罢买美国货，美国罢买中国货，是不是这样去搞定呢？告诉大家，如果是这么轻易，一早已经做了，是因为不得的。现在那种腾愣瓜瓜愣腾的关系基本上是分不开的，一句的说话，一点的意向，是会导致到整个国家十分之一的人以上可能会失业，十分一以上的企业会倒闭，带来的结果，这个国家无论你多么强大，它是难以自保。是因为这样，当我们看到整个世界好像是揽埋死一样的时候，他们更加看到原来一个国仔问题多多，你不帮他的时间，他随时成为你这么多个国家勒下的荆棘，是一根刺，是刺到你坐立不安，睡都睡不着。我们看到叙利亚的难民潮令到整个的欧洲，你可以这样说，直接是喊苦连天，每个国家都没办法能够逃避到他们要受这个影响。我们就看到这件事，今天来到我们的香港，我们都是受到整个国际影响，影响着我们。另一方面，香港自己本身都有很多很多这些问题，特别是住的问题，经济的问题，人的加薪幅度永远追不上通货膨胀，这些问题是深深影响着我们今天每一个人的心。最近如果你去探一探露宿者，你会看到香港是越来越多高级的露宿者。以前的露宿者是白帽，什么都没有，没有亲人，没有姓，然后跟着纯粹就是靠行乞来到过活的。现在的露宿者其实很多是有工作的，而且个工作是不错的，是办公室里面白领的阶级，有很多电脑有得，各方面的情形有得，甚至大学毕业的人都在一个露宿者的行列当中。为什么？因为很简单，如果他要真的要租一个地方来到住的时间，他养不到家，他要租一个地方来到生活的时候，他没有办法能够拿到钱回家。所以很多的露宿者，他宁愿他自己悭回他自己那笔的周居费，悭回他们住的地方，以至到将那些钱有这么多得这么多能够回到家里。我见到这一班的人，我心里面很感动。第二部分，香港是越来越多那些叫月光族。我不知道大家你几多人有听过月光族。什么叫月光？是个个月都清光。原因在哪？就是因为他们的薪水，就是因为他们煮不到自己的饭，做不到这些家务，冚唪唥三餐都要出街吃，
带嚟嘅结果，辛辛苦苦赚过万几蚊，系冇一个先可以留喺度啊！月光族越嚟越多。第三个方面，我哋都睇到今日嘅香港系越嚟越多嘅人已经走到一个地步，就话大学毕业。过去呢一两年嘅里边，成个香港创咗新高嘅系寻求移民啊！原因系乜嘢？他们感觉到在香港要找一个地方住，他们储足三十年一个先都不用，全部摆晒去那个的首期，他们都搞不定。是因为这样的缘故，他们有种感觉在外地找一份的工，普普通通的工，他们可以找一间是不错的屋来到住，香港做不到。第四个方面带来的结果，毒品越来越犀利。为什么？是因为越来越多迷茫的那些青年人，甚至成年人，他们不知道前路怎么走，带来就是他们是麻醉自己，他不想再想，结果就走去毒品那里，然后跟着另一方面就是赌博。最近我们都是要继续不断去照顾这些是因为赌博以至到已经少的，就更加没迷甩晒。连续三个跟他们去搞他们的破产，我们的心里面很难过，但这个是今天香港的现实。所以今天我选的一段经文跟大家来去讲一讲，正正就是针对到这些社会上的需要。耶稣他们用的经文，路加福音四章十八到十九节，其实是从以赛亚书六十一章一到二节那里来。而耶稣他们用的时间，他们是国破家亡，整个国家被罗马帝国霸占了，民不聊生，辛辛苦苦赚来的钱是被那些税吏，是自己的同胞，是剥到连衣服都没有，寡妇连他们住的地方都没有，一半大半就去了罗马那里，小半入了这些贪官那个袋子里面。耶稣来到的时间，他就将以赛亚书六十一章一到二节这个的预言怎样成就在他自己的身上来到讲到出来。我们一起读一读以赛亚书六十一章一到二节这一段的经文，一起来。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因为耶和华用高高我，叫我传好信息给谦卑的人，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报告被掳的得释，被囚的报告耶和华的恩年和我们上帝报仇的日子。在这段的圣经，正正就是以赛亚刚刚在三十九章报告了神的一个预言，而这个预言在历史里面是完全应验了的。到第三十九章他报告的预言是什么预言呢？就是希西家这个皇帝是接待巴比伦的司臣的时候，他竟然将他自己家里面的财产，将国家的财产，所有的财产毫无保留去炫耀，是怕死人不知道以色列国的富强，以色列的财富，甚至连圣殿里面建造的时候，砖与砖中间是用黄金来去塞它里面来去建造的，整个的圣殿是一个金殿，他都要给人知道。就是因为这件事，当时的以赛亚这位先知，他对着希西家说，是因为你自己的狂傲，是因为你自己是怕死人不知道你们自己那些巴闭的事，然后他就说耶和华要告诉你，你的国家必定会被巴比伦所灭，然后灭了之后，一块砖头，圣殿的一块砖头不留在第二块砖头的上面，而你自己你的后代一个一个男人都会被掳去成为他们的太监，女的是被强奸，强奸被掳掠，整个国家不会再存在。主前六百多年这个的预言果然去到五百八十六年，耶稣降生前五百八十六年完完全全应验了这个预言。
但我哋睇到以赛亚，当佢讲完呢个预言嘅时候，佢唔系停咗喺嗰个嘅地方，而耶稣基督亦都系话俾我哋听，尼赛亚呢一个嘅预言，以赛亚书六嘅一章，正正就系未实践晒以赛亚预言嗰个时候，佢已经释放出嚟嘅。佢要同以色列嘅人嚟到俾一个安慰嘅信息俾佢哋，你哋唔好担心，因为国家虽然亡，但唔系绝望嘅。在神的里面，纵使亡国仍然都是有希望的。耶稣基督也都透过他自己来到这个世界上，路加福音第四章这一段的说话，来到话给当时已经亡了国的以色列人知道，神是绝对有开路有出路的。你们今天要看要看的，就看看神给你们的出路是什么出路呢？这样然后跟住咧，就将路加福音第四章话俾佢哋听。喺呢个出路嘅里边，我哋睇得好清楚。佢话主嘅灵喺我嘅身上，呢、这个本来系预言到将来六百几年后要降生嘅尼赛亚嚟到讲嘅。而耶稣基督嚟到呢个世界之后，佢就直接就话以赛亚呢个嘅预言就系我要嚟到呢个世界去实践嘅预言。主嘅灵在我的身上，因为他就是耶和华用高高我。高他做什么呢？高他做这个尼赛亚，高他做这个使者，然后跟着叫他做什么？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首先耶稣基督的使命被耶和华差到这个世界上，是被父神差到这个世界上，第一样东西他要做的是传福音给贫穷的人。马太福音第五章他就这样来到去讲，贫穷是什么的贫穷呢？是灵里面贫穷的人。而路加福音登山宝训讲到贫穷的时候呢，他就讲到是肉体贫穷都是有份，经济上的贫穷都是有份。今天呢，我们可以给大家来到知道，原来耶稣基督他要照顾这些贫穷的人，不单只是肉体上经济上贫穷的人，他亦都要照顾那些心灵里面贫穷的人。这些的贫穷包括到我们自己的自卑，我们觉得我们自己无能，我们觉得我们自己好像没路走，心灵里面是完全没有一种的依靠。当我们觉得我们自己不行的时间，耶稣告诉我们，他就是我们的希望。我很感恩的一件事，原来他来到我这个地上，他就是透过他自己成为贫穷，然后怎样在贫穷的里面他成为一个医治者，来到叫我们原来我们今天都可以做到的。我所以今天的贫穷没有一个人是贫穷过耶稣基督的，你信不信呢？我想问一问大家，有多少人有一张床睡下的？可不可以举手？有一张床睡的、我以为露宿者呢是应该没有的，原来他们有床位的，即是我们开放了我们的车房给他们去住，然后他们冲完凉，冲个几钟头凉，冲完之后就走了。为什么？因为他害怕他的床位被人霸占了，他要回到那个地方霸回在那里，如果不然就没了那个正位了，这样。所以他们冲凉而已，冲完之后吃完那碗东西就走了。哇，原来他们都有一张床位。但耶稣是怎样呢？狐狸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人子连枕头的地方都没有，即是说他连床位都没有的。这个就是耶稣基督。另一方面，我们要看一看，如果我们讲到经济来讲，我相信是人都会有银行户口的，是不是？有这个你有钱放在银行的，可不可以举举手？没有那些呢，我们元朗堂的弟兄姊妹你要留意了，即原来他们连银行户口都没有的，连钱都没有的，你要留意一会去问一问他们有什么我们可以帮帮你啊，这样的。有几多个是有银行户口的都请你举举手，好不好？见不到没有啊。那有几多个的袋里面都有些 cash 的，好不好举举手啊？说有很多话我没有 cash 的，我有张八达通的而已，同埋有一个手提电话、原来呢就是 PayMe、就在那里来的了。哇，各位弟兄姊妹，耶稣基督他连交税都没有钱，是要即时叫彼得啊，好啦，吊一吊啦，攞条绳抌落去，然后吊一条鱼出嚟，劏咗佢啦，咁样劏咗之后咧，有一个 coin， 然后跟住纳税啦咁。
是要这样纳税的。我们看到我们的主什么都好，他全部中了经济上他的贫穷，然后跟着呢，我们看得见他被人看不起太多了。我相信没有任何一个人是被人剥光衣服，被人吐口水，然后被人绑，被人鞭，鞭到遍体鳞伤，而最后的时间是连身体都被人钉住挂在十字架的上面。耶稣基督他就是这样，他要传福音给那些贫穷的人。他透过什么是令到他们得着这个福音？第一是透过他的死，去将人的罪、人的死和撒旦的权势彻底打败。透过他的复活是叫人知道他是胜过死亡，以至我们今天无论面对什么都好，我们不需要怕。刚昨天我探了一位的姊妹，是 Yuming Esther 的女儿，又参加了历期，不知道为什么突然之间有一天右手右脚震了，是完全控制不了，就是因为这样送了医院，急症去了医院的时候照了个脑，人家医院就说没问题，但他们都不放心，脊椎有没有问题呢？照了脊骨 MRI 照过，然后各方面的 CT scan 照完了，照完之后脑完全没问题，脊椎完全没问题，但是没办法来解答一个问题，为什么是控制不了右手右脚，然后右脑都在那里痛。我很感恩他们探他的时候，他们都分享了，这个姊妹都分享了他自己的心路历程，辛辛苦苦年纪的时间在历期那里来去侍奉，各方面的捱过，但是因为呢那个上面的主任是因为要生 BB， 所以因为这样他就请了假，请了假的时候呢刚刚入去很多东西都没摸晒，但是已经完全的责任累在他的身上，那些是差不多野外 survival 一些这样的生活他都要做，带来的结果他曾经是一段时间非常的难受，然后跟住就这样发生这件事。我昨天去到的时间，我就问医生有什么建议呢，他们说医生就没有建议，现在是一个很大的问号，不知道这个是什么病。但这个姐妹的本身跟我分享，由开头的时候问很多，神为什么我正要侍奉你，要做你的仆人，要发生这样的事在我的身上，心情非常难过。但过了一段的时间转念，我开始感觉到神好像对他说，神是要用他，他服侍那群人大部分都是专注力不足，先天有缺陷，神是要透过这样，有可能就是要用他以一个受伤的医治者来到医治他们。你看看我都没办法集中我的精神，我成日有些事我不想做，但他就一直在做，他手在震，脚在震，他脑都在震。但是呢昨晚我探他的时候，我见到他平静了很多，同埋最近这两天他用意志原来可以控制到。他跟我说他学晓了这几天的时间去将这个左手左脚看成是他的朋友，他跟我们说我们现在做好朋友，你听我话，我叫你不要动，你不要动，然后跟着他就用意志专心做这些事的时候，他就真的不动，但是完了之后呢又跟着在那里震。他说现在他已经当这个呢是他的 walking friend， 是一路与他同行的一位的好朋友，他愿意这个好朋友能够一直跟他一起。我的心里面为他这个扭转了那个的看法感恩。然后我为了祷告的时候，我跟他说这个可能是神给你加料的神学训练，神要用你。我希望大家都继续为他祷告，神在我们的当中，他要传福音给贫穷的人，然后差遣我报告什么？被掳的，是被毒瘾掳的，是被愤怒掳的，被恨掳走的，是被那些不开心的东西掳走了的，他心里面不平的这些人
他要让他们得到释放，让他们不再被这些东西捆绑着他们，不再被恨捆绑他们，不再被那些继续不断还看到全世界都好像欠了他的这种思想捆绑他们。瞎眼的得看见，我们看不到我们人生的目的，我们看不到出路。耶稣基督来，他就是要将一条出路来给我们。灵里面的眼，肉体的眼，肉体看不到，原来很多肉眼看不到的人，他们的心水比我们更清。我试过好几次，就是跟一些是因为弱视逐步逐步已经失明了。永泉是其中一个大家都认识的一位的弟兄，他真的很心水清，心水清到一个地步，我真的我看擘大眼看不到，他竟然看到，好像这样的，还记得谁在这里，是什么咁跟住咧，我係真係喺度喎。點解？我聽到佢把聲，佢話：我為咗呢啲嘅弟兄，我哋心裏邊充滿住感恩。佢係信息嘅裏邊係相當多嗰啲滑稽嘅笑話，有時候令到我哋自己都尷尬。睇到嘅人反而睇唔到，睇唔到嘅人佢反而睇得到。呢、這個就係耶穌基督嘅恩典。另一方面，叫嗰啲受壓制嘅得到自由。呢、這個受壓制嘅，或者叫做在監獄裏面的人是一個自由人，但是那些不坐監的人反而成為被囚的人。你相不相信？很多在監獄裏面的人是自由人，他們的心境自由，但反而我們沒有坐監的人，很多的時候是失去了那一種的自由。我們被很多的慾望限制了我們，我們被很多不好的思想限制了我們。做一样嘢更加重要，我想对香港人嚟讲系非常重要，系报告上帝悦纳人嘅禧年。禧年系乜嘢呢？就犹太人喺佢哋立国嘅时候，佢哋嘅律法讲得非常清楚，居者有其屋。想唔想啊，弟兄姊妹？呢个系以色列国立国嘅时候一个嘅命令嚟嘅，系居者有其屋。每一个国里边嘅子民，他是应份有一个田有屋住的，但如果后来因为生活的缘故被迫要卖了他们的地，卖了他们的田出来的时间，神是规定这些人到了禧年的时间，是连人家一个先都给不出，你都要剩块地那些屋要给回人。这个就是神自己要做的事。耶稣他们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他就要跟我们说，他来就是要将这个好消息来到告诉我们。在今天实际可能我们卖了个屋，人家不会给回我们，除非你高价再买回，你不会用你卖的价来到拿回你的屋的，同不同意啊？你卖的价可能是300万，现在已经去到600万，他现在要的就是600万的了。有很多的时候我们发觉这个世界就是好唔公平啊！有嘅就变得越有，冇嗰啲咧就整整啊，连底衫裤都冇埋。呢、这个世界就系咁样嘅世界。但系我哋嘅主基督，佢就系咁样嚟到话俾我哋听，喺佢嘅里边，我哋系有希望嘅。跟住我哋要问个问题：边个系贫穷嘅人？我哋要擘大眼嚟到睇睇我呢个市区，有几多系贫穷嘅人？有几多系心灵贫穷嘅人？他们的婚姻是出了亮了红灯，他们的父母仔女的关系是不行，有多少人是成为自闭的人？我最近都是探了几个自闭，这个自闭我们心里面是很难过，自闭了十几年，妈妈死了之后就辞了工，关了门不见人，飲食屋企人攞入去，令到佢哋最難過嘅就係佢哋自殺死埋。呢個係一家嘅人最難過一啲嘅嘢。喺今日呢啲患咗自閉嘅成年人係越嚟越多，佢哋冇辦法能夠面對呢個社會，佢就寧願關閉佢哋自己，韞自己喺間房嘅裏邊。不出来见人，什么都不做。跟着
被掳的人，有几多个被赌瘾掳走咗嘅，被酒瘾掳走咗嘅，被毒瘾掳走咗嘅，系得唔到自由嘅。仲有几多个系被恨嚟到掳走嘅，就黑眼睇唔到人嘅希望到底喺边度，被囚，被各种唔同嘅愤怒绑住咗佢哋，成为报仇嘅一啲嘅刽子手。各位弟兄姊妹，在今天很多的恐袭都是因为这个仇恨有关，很多的报复跟这个仇恨有关，很多的虐儿是跟仇恨有关。恨什么？就恨他吵咯，成日吵着我睡觉，所以呢就虐打他们，带来的结果就是一家人的 悲剧。感谢神，神透过元朗堂的开始，让我们很清楚看得见，我们不单要将福音带到这个地区，我们要将福利带到这个地区。是因为这样的缘故，我们会开埋食物银行，没有的来到这个地方你就去拿吧。第二，我们开埋自修补习，我们会给一些有需要的人是有辅导的机会。另一方面，如果真的需要一个夫妻的问题，父母子女的问题，我们希望都动员我们有的资源来到帮这些人。另一方面，如果我们感觉到社会里面已经有资源，我们会转介到一些资源给他们，拿回到社会里面应该得着的那些资源，以至解决他们各方面的需要。更重要一样东西，就是让耶稣基督能够成为他们的主，成为他们的救主，成为他们的出路，以致到我们的心境不需要被环境去影响，而是让我们的心境可以驾驭这个环境。耶和华就差遣耶稣基督来到释放这个的好消息，耶稣基督就差遣我们成为他这个好消息的一个实践者，而我们就差遣了何牧师、何师母、何牧师，两个都来到我们当中，阿 Sally 师母又来到我们的当中，同埋一班嘅弟兄姊妹嚟到呢个地方，嚟到成为呢个好消息嘅出口。但系我又知道，当教会开始咗嘅时间，人越多咧就越乱，相唔相信啊？人如果多起上嚟嘅时间咧，一定会乱噶。乱嘅系咩咧？可能好多啲垃圾就喺个地下啦。我们的厕所，哇，污染瘴气的，为什么这么湿的，这么粒的，或者之类的那些东西。然后跟着很多的东西就说，即不知道去哪里找什么，不知道去哪里做什么，这样一定会有的。但我们希望的就是弟兄姊妹，就是全民皆兵，将这个看成是我们的家。如果我们个个看这个是我们的家，然后将这个家的精神扩散去到整个社区的时候，这个社区会变得更加美，这个家也都会变得更加美。我相信最好玩的人觉得就是你参与在其中，你看人打球没那么好玩的，你打埋一份是最好玩的。所以昨天当我女儿和阿叉烧他们回来帮手的时候，我都鼓励他们参与做事，这样我一回到的时候，我的女儿很兴奋，哇，我从未试过煮这么多鸡翼，是六七斤啊，我不知道是多少，那里是六七磅可能是，我说这么多鸡翼，他说是，那一阵呢，即如果你吃到的时候，我不知道有多少盘，但另一方面来讲，很多人在这里煮很多不同的东西，是一盘一盘的东西，但你要知道，他们用了多少精神，是用了多少时间买东西呢？好在隔离有一个杂货店，你随时不够就在隔离那里买，但始终你要预备。所以今天这个是大家可以看得见，是因为有很多弟兄姊妹的预备，以至我们今天可以享受这个的正式的开幕礼。我们为了他们感恩，我们一起用掌声多谢参与的人。有多少个参与筹备这个聚会的，包括后面那些，可不可以一起起身、即是参与过在这个筹备的工作的弟兄姊妹，让我们一起起身。还有多少个？是，
絕大部分不在這裡的，絕大部分是去了廚房，絕大部分是去了外面。稍後你們見到他的時候呢，說一聲為你感謝神，多謝你們的預備，讓我們享受這一段的時間。我相信我們每一個人都需要這一份的肯定，以致我們這個家變得更加美。我們低頭做一個禱告。在我們禱告的時間，我都很想問，有多少人你為到元朗堂的開始你感恩，你願意元朗堂可以服侍到更多人的，你願意的，我都請你舉手好嗎？我想是人都喜歡的，在元朗堂服侍到更多人。第二，但元朗堂越要服侍更多的人，就越需要更多的人來到參與一起的服侍。那有多少人你都願意，你在這個地方的時間，你就會去參與服侍的行列，讓更多人因為你的參與能夠得到主耶穌基督那個的恩典。我請你舉手，有多少人願意的，我都請你舉手。我都見到很多感謝神，我們一起感恩。親愛主，多謝你，我們深信你知道了我們的心，你同樣都看到我們的手。我們願意的就是元朗堂未來是全民皆兵的一個教會，我們個個都在服侍人，沒有一個只是坐在那裡被人服侍。我更加願望透過我們的付出，你格外額外的恩典都臨到我們的身上。求你垂聽我們的禱告，恩待每一個忠心竭盡他們所能服侍你的人。奉耶穌基督的名求，阿門。